健康一身轻，越看越年轻。大家好，我是楚娟。大家好，我是你的大莹莹啊，欢迎您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号，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健康小雷达，今天搜到啥？来，哎，这是来一张字条，大汗淋漓，白加黑。就这俩词儿哈，悬疑感拉满了。嗯，这悬疑感一啊，现在这天儿凉了，多冷啊，怎么大汗淋漓呢？悬疑感二就是这个白加黑，它是天儿凉的大汗淋漓，白天和晚上都会出现吗？我就是，你说大白天的哈，满脑门前胸都是汗，后背我都能感觉到这个汗珠往下淌，更别提我这个汗腺极其优秀的这个腋下了啊！你问我干啥去了？真没干啥，我啊就是从地铁口走到单位这十分钟的道吧。实不相瞒啊，中午我在食堂吃口饭，大汗淋漓的，主要这天凉，一出汗湿哒哒的，被风一吹再打个寒颤，有没有人能理解我爱出汗怕吹风容易感冒的痛苦啊？这个黑吧说的就是我，不睡觉不出汗，一睡觉会一身大汗，你看我还在这预备个毛巾得擦擦汗呢，还得，要不然呢这真是受不了啊。而且吧最可气的是啥呢，经常半夜还被冻醒，脚呢必须得放在外边，不然真热的受不了啊。原来是这么个大汗淋漓加上白加黑啊，那这么个季节总是这么出汗确实挺难受的呀。我们请出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张慧勇医生，来有请张老师，有请。欢迎张老师。大家好。咱们先厘清一点啊，就是这个冬天天冷了、然后再出大汗，是不是这就不太正常？夏天天热，对吧？出汗是正常的，不出汗才不正常。嗯，而相反，冬天天凉，本来是收敛的，是收藏的，就不应该有明显的出汗了。多处情况下是出了问题，一定是身体哪儿出了问题，才会出现了冬天大汗淋漓、出汗多。所以呢，如果冬天出汗特别多，尤其要引起重视。就是到了冬天之后，该闭合的这个汗毛孔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应该闭合上。那如果要是说还大敞四开的搞事情，那背后的这个事儿，它的道理和逻辑我们就得合计合计了。互动群的朋友说了哈，印象当中平时不爱出汗的人那体格子都是杠杠的，要是一整动不动就出汗的，咱都说他虚啊。这两位都是虚症，虚和虚可不一样。白天和黑天都会大汗淋漓的朋友呢都是虚，但到底是哪虚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位白朋友吧，他出汗的触发机制是啥呢？我品了，还细品了，不能动哈，一动就出汗。我是走路出汗，吃饭出汗，甚至哄孩子我都出汗。完事儿哈，还特别爱感冒呢，一见风就感冒，太疲惫了。互动群里呢有同款的朋友叫做千里之外的人就说了，他说自己呢就是出汗之后会更加的疲劳没精神。信息够不够？咱们能不能判断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就四个字，叫做胃气不固。这种白天出汗呢是胃气不固导致的自汗。胃气不就是保护咱们身体的那个气吗？对不？那怎么它还跟这个冬天出汗有关系？胃气的什么作用呢？胃气者，所以温分肉，冲皮肤，肥腠理，撕开合，这是它的主要作用。胃气不能固摄我们的身体，不能固摄我们的汗液，汗液就会外溢，出现了自汗的表现。冬天本来胃气是收敛的，如果发散了，出汗了，一定是不正常的。还有一位叫还是一个人的朋友说了，出汗以后呢会有点胸闷，好一会儿才能好呢。胃气虚了之后什么表现？这个人就啥也不爱干了，就神疲乏力了。现在患者出现了胸闷气短的表现，那么一定是心气也随之不足，出现了心气虚的表现，那么很多的慢性病就逐渐表现出来了。你说现在天挺冷的时候，然后一动哈，甚至是不动都跟着出汗，出大汗，那这个时候呢胃气虚了，这是咱们除了这一个表现之外，那胃气虚了还可能有什么症状，咱们给捋一捋呗。那好，我们胃气虚先看胃气的功能，我们刚才提到了温分肉，肥冲皮肤，肥腠理，撕开合，对吧？温分肉就是让我们身体暖和的，那么胃气虚的人一定会觉得身体冷，手脚冰凉，比别人怕冷。冲皮肤如果气不足的表现，尤其是胃气正气不足的表现，这个人看上去就懒洋洋的，皮肤都有点松软，
甚至塌陷，对吧？肥腠理四开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能够让我们的汗毛孔开合自如，胃气虚的人一定会出汗，而且一动就大汗淋漓。由于它胃表的功能丧失了，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工程没有卫兵了，那么一定敌人就容易外侵到里边。身体也是这样，胃气虚了之后就容易招致外邪，招致外邪就是这样的人容易感冒，反复感冒，甚至出现了过敏的表现，流鼻涕啊，打喷嚏啊，这些都是胃气虚的表现。嗯，这种胃气不顾的大汗淋漓，我们该怎么调一调呢？也是有方法的。接下来我们移步到操作平台，健康一身轻，下节更精彩。这样的汗就应该是盗汗吧？出汗过多伤了阳气了，请张老师支招，再来一杯茶。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轻》。我是都市频道节目主持人楚军，我是天阳，我是小川，养肺护肺从我做起，这些妙招送给你。良好作息很重要，早睡早起身体好，科学锻炼有一套，步行游泳加慢跑，养护肺健康人人少不了。辽宁都市频道携手中药补肺丸、成大方圆、国大药房等全省十七家核心连锁共同举办爱肺行动第五季公益活动，樊曼芝哮喘、肺气肿、老咳喘患者拨打电话400-166-4699报名，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价值129元爱肺礼包、止咳贴、南京同仁堂秋梨膏免费送。爱肺行动，健康中国。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轻。广告之后感谢回来，这里是健康一身轻，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号，随时进行互动。好，今天来到现场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张惠勇医生，欢迎张老师。欢迎张老师。大家好。我看一下这个惠勇老师给的对于胃气不顾的这种白天出汗的朋友给了一个小方子，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方子的组成。方子里面呢有黄芪15克，防风10克，乌梅5克，细茶也就是我们的红茶5克，我们把这四样东西呢加入我们的水壶里面，马上开了，来一起来煮。这是要煮的对吧？对，好，是要煮的。好看，开了。话说这个对于胃气不顾呢，咱们以前有一个名方，大家都聊过，叫玉屏风散。而玉屏风散的一个组方里边呢，就像这个防风、黄芪，这也都是跟它交叉的。我们这一款的方子是不谋而合了，为什么不用玉屏风散而用这个呢？这个呢其实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改良。玉屏风呢大家也都熟悉了啊，有什么呢？黄芪、防风、白术。我们今天的这个药方呢是把白术换成了乌梅，因为换成了乌梅嘛，我们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就叫做芪防乌梅茶。加上了一个红茶，也起到配味的作用，而且呢红茶还能保护脾胃。这个为什么给它进行如此之间的更换呢？主要是黄芪能固表，防风能去风，加上这个乌梅肯定是有设计的，就是起到它酸收的作用，能够炼汗止汗。我们来尝一尝这个乌梅茶是什么味道，现在得煮多长时间要正常的话？刚才我们加上去了之后到现在已经100度，大家已经看到马上要开锅了，我们倒出来先给大家饮一喝吧。太好了。哇，够了，张老师，给你们也留点。还是能闻着一点香味的是吧？太能了。对，来，啥味儿呢？尝尝。哎，其实还是有点热啊，不过确实能闻出来，闻到一点酸味儿。啊，酸味就闻出来了。当然。太厉害了。而且我也能猜到啊，你看这里边有乌梅嘛，酸梅汤里边不有乌梅嘛，所以这个肯定是有酸味儿的。再尝尝味道可能稍微甜一点，因为太特别烫是吧。要给正常大家推荐的话得喝多长时间？我们这个芪防乌梅茶呢，因为可以真是作为茶来喝，所以说我们对于真是体质偏弱的人就可以每天来上1杯到2杯。您可以把它放在办公室里边，或者呢就是餐后之后放在家里边，渴了就喝上1杯到2杯。多长时间呢？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剂量是每日用量。如果您真是气虚，出现了胃表不顾，我觉得
每日一剂完全可以。服用呢，您可以连续服用一周，如果汗出减少，体力增加了，那么就可以停掉了。如果您觉得精神还可以，还想再好一点，您可以连续服用半个月也是可以的。好的，这回是不是亮凉了？我们可以尝一下了。我是不是给你争取时间的吗？它是有淡淡的中药味儿。天冷的情况下，白天都一动一身汗的，这是胃表不顾的朋友，我们可以用一下这个齐防乌梅茶来调整一下。就像慧勇老师说的，最多用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这半个月的时间没有改善的话，还是建议您到这个医院去找医生再去看一下。对，嗯。那一睡觉呢就出汗冻醒的黑朋友，您也稍安勿躁，咱们呢马上帮您解决。这个黑吧说的就是我，不睡觉不出汗，一睡觉会一身大汗。你看我还得这预备个毛巾得擦擦汗呢，还得，要不然呢这真是受不了啊。而且吧最可气的是啥呢，经常半夜还被冻醒，脚呢必须得放在外边，不然真热的受不了啊。互动群呢叫平安是福的朋友给咱留言了，他就说我是心口窝这块啊也热，热的心烦，但是就是感觉不太对啊，这种虚太似曾相识了，是阴虚不？那如果是阴虚的话，这样的汗就应该是盗汗吧？说的没错，的确就是盗汗。一说到盗汗，背后的黑手也就可以反推了，就是咱们莹莹说的非常的典型，说阴虚嘛，对不对？那手心脚心热，这肯定妥妥的了。对，这就是阴虚惹的祸。我们阴虚有哪些表现呢？嗯，一定是五心烦热，手脚心热，手心热，脚心热，而且还伴随着一个心烦，心里边的热，总想吃点凉的，总想喝水，出现口干舌燥的表现，大便也干燥，小便也少，这就是阴虚的表现。天冷晚上老出汗，常被冻醒的这样的黑朋友，这应该是盗汗的多一些。盗汗哈，它是阴虚，请张老师支招，再来一杯茶。嗯，这个味道呢，我们肯定会比刚才那个味道要好一些。来吧，去操作区看一看。好，咱们操作区走起。我们对这个晚上出汗这个黑朋友，我们也给个小茶方，就三味药。嗯，很简单的小方。嗯，分别是什么呢？相信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嗯，一个呢，这个呢就是五味子，让大眼一尝吧。又是我呀？来，你尝一尝。嗯，对，我可以吃啊。可以吃。是真是没问题，收来一小块，来一小块，收敛。五味子都挑块大的，这可咋整？对，那俩呢？一个一个尝。好嘞，那俩也要尝吗？你慢慢吃。先是酸，然后有点辣，完了就尝了两味子呢。我们说，之所以叫做五味子，五味俱全，对吧？酸苦甘辛咸，它是都有的。但是主要的性味是酸的，在神农本草经呢把五味子列为上品药，它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现在中药把它作为收涩剂，主要的作用第一个就是能够补肾，能够纳气，还能够宁心安神，还有止汗的作用，还能止咳止泻，所以呢这是一味收涩剂的良药，而且它有补益的作用。你想啊，对于一个阴虚盗汗的人，既盗汗又心慌，睡不好觉，还伴随着失眠，所以呢五味子这一个药就全都管了，可谓一举三得。除了五味子，剩下的两味药大家肯定认识了，对吧？这个呢就是麦子了，对吧？麦子，我们用的是浮小麦，也就是那种瘪的麦子，因为它漂浮走表就能固表止汗。剩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酸枣仁了。东方水果，我们这三味药放在一起，启动，我们开始就开始给它煮起来。大家注意一点啊，我们刚才有其实有一个动作没有展示，什么动作呢？就是我们要用的这个酸枣仁呢，如果要是起到这个止汗睡眠的作用，砸开最好给它捣碎，是吧？对，所以珠子撅捣，捣完之后呢，那皮儿捣开了之后，有效成分就能析出来了。酸枣仁、五味子和浮小麦针对的是这类的黑朋友，针对的是属于阴虚的出现这个盗汗的朋友。对，这一剂药里面放多少？每种呢各五克到五到十克都是可以的，平分药物等分就行了。咱们这里边就用了这一点儿，这个酸枣仁它够用？我记得以前咱们说治失眠的时候好像用挺多呢。对，我们这里边呢其实用的酸枣仁并不多，只用了五克。当然呢单纯用它治失眠肯定不够，不过呢我们在这儿呢主要起它的作用是
止汗的作用。嗯，主要的药味是五味子、附小麦。嗯，酸枣仁呢，在这儿起它药性偏酸，因为酸性就有收涩止汗的作用，所以呢，酸枣仁不光是安神，它还有收敛止汗的作用。所以用小量的酸枣仁在这儿呢，就主要起到收敛的作用。每日一剂完全可以服用呢，您可以连续服用一周。如果汗出减少，体力增加了，那么就可以停掉了。如果您觉得精神还可以，还想再好一点，您可以连续服用半个月也是可以的。58岁的刘先生由于高血脂，长期服用降脂的他汀类药物，期间食用柚子之后出现四肢酸痛无力、尿液颜色加深等症状，去医院检查之后被诊断为横纹肌溶解。难道说三高人群不适合吃柚子类的水果吗？吃了西柚之后呢，出现这种横纹肌溶解。那么为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做一下解释。这个西柚类的水果当中呢，它含有一种成分叫呋喃香豆素。这个呋喃香豆素呢，是一种药物代谢酶的抑制剂。因此说，当西柚和降脂药同时服用的时候，它就影响到降脂药物的药物代谢了，它就增加了药物的毒副作用，所以它会产生对于心肌酶的这样的一个损伤，造成横纹肌溶解呀，继而临床出现酱油色尿的这样一个表现。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呋喃香豆素这个成分呢，和这个降压药物同时服用的时候，它就可能使降压药物的降压的作用增强了，它就会导致这个患者的血压下降的比较明显，甚至有一些患者出现了这种一过性的周身的大汗呐、周身乏力呀、摔倒等等。所以在这里边温馨提示大家，这个季节呢，我们西柚类的、柚子类的水果大量的上市，但是大家去吃的时候一定要掌控这个量啊，和你日常当中所口服的降压药、降脂药等分开的服用，一定要间隔的时间，不要同时服用，比较安全。健康一身轻，下节更精彩。这样的汗就应该是盗汗吧？出汗过多伤了阳气了，请张老师支招，再来一杯茶。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轻》，爱肺行动，健康中国，辽宁都市频道携手中药补肺丸、成大方圆、国大药房等全省17家主流连锁，共同发起爱肺行动第五季肺健康公益行活动。如果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被慢阻肺、肺气肿、肺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哮喘等各类肺部疾病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66-4699报名，凭借县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和 X 光片，就有机会免费获赠价值129元爱肺礼包。下面是爱肺知识问答时间。我们上一期问题是，慢阻肺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传染吗？ A 传染， B 不传染。有请国大药房特约中医师耿天翼为我们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慢阻肺呢，因其是慢性过程，且无细菌、病毒等致病病源，所以呢，一般不会发生传染，是没有传染性的。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也来喽，请听题：以下哪种呼吸方式更适合慢阻肺病人呢 ？A. 腹式呼吸 ，B. 胸式呼吸。发送您的答案到“健康一身轻”微信公众号后台，每天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观众中随机抽取5人，赠送由中药补肺丸提供的价值198元的健康礼品一份。下期见。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轻》。总是疼，我就想问问有什么方法没有。你这个半月板撕裂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6年了，就是肯定很简单，就是走步就不知道不知不觉就崴一下啊，就是就说没有明确的这种外伤病史，对吧？那您现在多大年龄了？我今年61，我是在16年崴的。现在您这个膝关节疼痛啊，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半月板损伤造成的，但是结合您这个年龄段，您另外一个病也要高度重视，叫退行性骨关节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排过片子，因为这个退行性骨关节炎呢，它主要是由于关节面的软骨脱落，然后呢神经外露所造成的。而您说这个半月板损伤它又没有明显的病因，就说明什么呢？您这半月板损伤是退行性的，也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骨头的这个密度逐渐下降，半月板的脆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走路就把半月板给挤压坏了。那么既然半月板都这么容易坏，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到什么呢？软骨也容易脱落。所以您说这个疼啊，高度考虑是骨性关节炎造成的。半月板损伤的疼痛是什么原因呢？是你在走路的过程中，它的症状是有一种卡压感，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突然出现疼，只要过去这角度就不疼了。对。啊，如果说这个症状呢，那它就是半月板，它在膝关节内形成这种卡夹造成的。所以说呢，两个方案目前，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到医院排个片子，明确诊断一下；第二方案就是我们要用一些保护关节软骨的药，常用的就是氨糖以及一些硫酸软骨素。那么一旦出现症状了，那就吃一些非甾体抗炎药。我们再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腰啊，腰椎三至四节突出，四至五节膨出，2018年做的核磁，然后去年又做个核磁，那个说是那个有点骨刺，然后就是在你右边还有时候疼，有时候还要啊，就是一下起不来，啊，缓一会儿就好了。有时候早晨起来吧，就右边这边腰不得劲儿，右边脚脚背脚加小脚脖的或者有时候麻木。结合您的病史考虑，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并且呢，您刚才所描述的这个小腿症状完全符合压神经的症状，所以呢，您是一个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并且呢，压迫了神经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么目前的情况呢，需要您做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说明确一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突出类型，我们可以到医院呢拍片子做个检查。如果是轻度的，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膨出，或者是轻度的突出，我们可以采用保守治疗，采用卧床、理疗、吃药的方法，哎，那么逐渐逐渐的它就能缓解。嗯，那么一旦是重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特别是您说压迫小腿这个症状不缓解，说明神经已经受压时间很长了，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手术干预了。啊，目前手术呢也很简单，也不用太紧张，做个微创的，打个眼儿，做这个椎间盘镜，把压迫解除，这种症状就缓解。岐黄小锦囊为您的健康养生来帮忙，欢迎我们的主讲嘉宾，来自于辽宁中药大学的国家级名老中医古松老师，欢迎古老师。嗯，大家好。天冷了，有很多朋友他的烦恼呢也来了，说是胸闷上不来气儿，这个手和脚呢感觉循环还不太好，总是冰凉冰凉的。这是新的问题。怕冷是阳虚了呗，那这类朋友怎么是心的问题？难道是心阳虚了？这是心阳不足，血得温者行，得寒者凝啊。心阳不足，心主血脉的功能就减退，血行不畅，导致血瘀，甚至于呢，血液凝滞，而导致呢阻滞心脉，形成心脉瘀阻之症。可见有这个形寒肢冷，面色苍白，胸闷气短。胸闷呢，那还是心阳虚比较轻的症状呢。那您看啊，咱们这边冬天吃着羊肉，它可以补心阳吗？不过呀，还要再加上这个，你看看这个，我看起来它特别眼熟呢。嗯，看看这是什么。我感觉是不是也是粮食类的东西啊？它是不是麦子啊？那咱们入药的话，是不是需要一些瘪麦子？瘪麦子这就叫腐小麦。腐小麦啊，是没有麦芯儿，是瘪了的麦壳子。搞腐小麦的时候，把这个麦子啊扔到水里头，浮在表面的我们能用，沉到底下的就不行了。哦，哎，所以说呢，这个呢，它走的就是人体的胃表、肌表，它善于走皮表，那就能够炼汗，把汗给收住。那么把汗给收住了，我们讲啊，汗为心之液。嗯，那把汗给收住了，就等于滋养了心。因为减少了心的消耗，也就起到补心的作用。那咱们这个腐小麦是和羊肉一起炖吗？哎，对，就是在一起炖着吃。嗯，羊肉一次用50克，腐小麦呢一般呢用15克就行了，然后再去炖汤，适当的加点调料就可以。心情不好，腰酸腿软，咋还和咳嗽混搭了？明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怎么还混搭到一起了呢？什么原因影响到肺气上逆？吴老师，您没搞错吗？混搭咳嗽，嗯，还是两种呢。您用三味药就可以。三味药足够了。一见风就咳嗽，这可咋办？这也是肺气不降惹的祸呀。咳嗽有什么特点呢？容易怕风，容易招风。